超哥，我真饿了，我真饿了，我啥都没吃到现在。我是这样，我可以让你先充饥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啤酒有点太贵。我觉得你饿，你呀、啊，来个花生，怎么样？啥都行，送你。行，这证明我们生生不息的友谊，好不好？我们从一袋花生开始。那就付款了。我付款。我好像得我身上。晕了呢，是有点贵是吧？我也有点后悔。花生第一笔8块，证明我们这个节目就开始了，而且数字很吉利，啪！哎，成功了啊，成功了，我就吃了啊。这和平常的花生有没有不一样？太不一样了，我一下午啥也没吃，真的真的没吃，水都没给我，真没给我。是不是得留点后手？真的没吃，小王多吃。嗯，那给我两个。你这手有点大，你。我告诉你，他都花生过敏，我跟你说，花生过敏都拼成这样。我才花生过敏。哎呀，哎，花生点了你不搞点啤酒？我觉得吧，超哥。我觉得你300，你给兄弟几个一人一瓶啤酒，先压着。哎，这样，我明天给你，帮你，明天我赚的钱都给你。我跟你说，说了这么久，真的很渴，真的很渴，而且爱吃花生。把啤酒打开。打开了。谁开锁？谁开的？给我钱啊！给我钱。这个开东西也都是你啊。对。哎，这把钥匙搞的，对我们很重要。就是我有很大的权力，但是你们丝毫不尊重我。然后我尊重的呀，我尊重的。你这个你们用的特别不好，我都已经买了花生了。这样，我做个表率，喝个啤酒，我请你。哦，我敲到自己的脚，有没有很帅？来，啊，小王。来，哇！你小张，得先给我穿过去，给我钱，得先给我钱。我这消费的有点快，我觉得，我陪我媳妇上街也没买这么快。我现在收钱了，我收钱了。这个钱现在挣了是属于我了是吧？不是，你是5%的提成。5%的提成，那8块钱他能？兄弟，跳船吧！哎，有一种生活方式叫辟谷，